我在这儿教了20多年书，我的所有的年代都是由他们的年来组成的。我回忆起每一个具体的年份，就是他们一张张亲戚的脸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学校对我来说就是我的一生。我爱这个学校，我也希望尽自己微薄的力量，让更多的人来爱这个学校。我是施明月。我是李伟。我是孔祥亮。我是李楠。我是黄月杰，杭州师范大学严宝林。我在师大快一年了。快4年了。将近3年了。有2年了。32年，22年。杭州师范大学校史馆，在这里承载着杭师大百年办学的历史积淀，在这里续写着一代代杭师人铸就的不菲业绩。我的梦想是以后能一直读书，考个研究生，然后再考个博士，以后可以从事一些新闻或者研究的工作。我希望用我在师大4年的一些关于戏剧的理念运用到教学当中去，为中小学的学生带来一些戏剧上的改变。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教授。我的梦想是在我有限的生命里追求
无限的艺术追求。我就喜欢当老师。最喜欢师大的图书馆和食堂。最喜欢杭师大的戏剧排练厅以及一千二的舞台，浓郁的这种人文气息。它的这里环境非常的优美，还有友善的同学和关爱学生的老师们。就是这样的氛围，人文学堂艺术校园。因为杭师大才给了我这样的机会，我觉得你们是特别有眼光的。我深信不疑的相信，杭师大是全世界最好的学校。